文理科，一旦决定了很难改，一般是不考虑文科理科这个事情。闭嘴。这个塔多高，这个火箭多重，哥德巴赫猜想真的是没有任何用处，觉得是思维方式嘛。人生很短暂，哪怕过得不幸福，咬咬牙都过去了。剪羊毛，模拟一个杀人现场，全智太太的一个专业，海盗管理的一个课程。世界青年说本周四晚9:20，敬请期待。